来，我跟你讲，龙虎武师入门，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。你是可以大有作为。聪明。翟啊，听老爸说，龙虎武师是靠动作决定圈里的地位，你不是一匹普通的马。好了好了，起来了起来了，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。师徒要当龙虎武士了，没有退缩，没有胆怯，来。我们再训练他第二个动作。不，大哥，咱们一起拍戏吧，我的戏。